漂亮又说穿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边，我又来了。川渝硬菜人人夸，虎皮肘子烂油泼，肉质软烂超下饭。喜欢你们就点赞，开干。准备两个肘子，一左一右，皮子老板娘已经烧过了，先洗一盘菜。买这个肘子一定要切记，老板娘不烧的话，那就只有自己烧。好久没吃这种大肉了，今天就好好减下馋。阿哥，点火，又在开干。肘子冷水下锅，下入葱姜、料酒、花椒，先烧开出个水。哦哟，好烫！趁热用三个牙签凿个孔，每个腿腿儿举361个孔。趁热抹点老抽，上个色。一会儿用红糖来抹，颜色更红了哈。等一下一摘就上色了，自然风干备用。准备点香料，葱姜、大概香叶、桂皮、草果、凉姜、小茴香、香茅草，倒入宽油，撸成油往下肘子炸一下，底部千万要小心。等到金黄色起泡了就可以了，捞出来，迅速放入冷水头凉。浸泡20分钟，出麸皮就可以了。锅留底油，放冰糖，炒一个糖色，熬到枣红色冒泡泡，加水。下入肘子，放入配好的香料，干还咬一把，来点生抽、料酒、十三香、鸡精，来点盐巴，调好以后转入高压锅。上气后压50分钟，蒸趴一点。精神小伙儿，甩卡还是现金？钱先哄了你。时间一到啊，加入原汤。搁点钱，放入内定葱，一道开胃下饭的虎皮肘子送给大家，不要忘了点赞哦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汪汪亲哦，有点开干，天生多瘦的，等会儿烫吧，那么好没有哦。哈喽，哦，好久没这种大菜了。肥的比瘦的还好吃样多，体重长了，肥不了吃兄弟。我肥肉非常下饭啊，素凉菜啊，耶，连豆菜啊，哦，这是面嘛？嗯，这啥意思？粉，粉和面筋，这米都发现了，嗯。这肉也太多了吧，过瘾啊，大口吃肉啊，真的真的塞得住瘾，真棒啊，这个啊，
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要喜欢互动，才请观众们，我是阿明，我是阿我们两个人拜了个拜。